嘛未谢你，守望相助嘛未谢你，家政班嘛未谢你，拢未谢你，造成非常大的困扰。我是讲，这个公平性哦，咱管政府爱去共考虑啦。为什么呢？咱若长青食堂，管政府唔甲补助啊。啊，若守望相助，管政府嘛甲补助啊。为什么要补助？就是要让维持会当长青食堂正常运作，守望相助正常运作，来替社会处、警察局的这方面呢来斗相共。啊，竟然社区无活动中心，照你讲，若无活动中心，咱来考虑啊。第一个面向，公有土地，若有尽量提供给因做。第二，啊，若无比照拄啊讲的啊，长青食堂甲守望相助啊，你甲补助啊，请伊去租厝，租好你啊合约书摕来，看咱要100%补助，还是要以比例来甲补助，这拢是会使啊，互伊好好去运作啊。啊，这拢是造福所有的你的里面啊。拜请副馆长，你看这个看法，怎么看呢？主席，委员刚才所提出的这个指导问题啊，非常正确。社区发展是多年来啊，咱政府都是社区的营造，伊有真大真济功能。但是啊，有的你，伊都无土地，所以到今嘛，也无社区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功能就未解放了。我委员就提起真好、真宝贵意见，是毋是去社区的东西有困难呢？咱是毋是呢协助伊帮忙伊来找适当的地点，或是咩来斗帮出租金嘛啥？我相信这咱请民政处啊，哦，会当多方面来考量，哦，照这个方向啊，来制定，哦，以解决无社区的这弊啊。哦，谢谢副县长啊，那民政处长，民政处长，嘿，这社会处长还是民政处长？啊，社会处长，社会处长，我来请教了。我对我讲，守望相助补助啦，长青市场嘛补助啦，哦，那社区你发觉到这款的情形之下，为什么不启动来替伊斗解决？伊无工地，拜托伊去租厝，租好了后，咱租金合约书提来，来甲补助。你有没有这样的启动的方式？大会主席哈、啊，感谢黄议员的提问哈，确实以我们现在宜兰县，我们有通盘考量到，宜兰县我们目前来讲有240个社区，其中有202个社区，它目前来讲它有活动中心，或是说它自己本身有去租的房子，或是说它是在桥下面的，这个算有叫活动中心。那宜兰市来讲，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，我们总共有42个社区，其中20个社区它是有的，但另外22个社区是没有的。那以我们现在通盘考量到，确实就像议员刚刚所提到的，如果公平性如果真的要做，势必要一笔很大的这个经费。但是这个目前来讲，我们现在的其他的配套措施就是，第一个，如果有学校余的空间，或是说有庙宇，甚至还有其他的公部门的有空间，我们尽量来协助。但是能够如果要用租的方式下去，现在目前来讲，我刚刚报告的240个社区当中，有一大部分都是自己现在掏腰包下去做租房子的，也有报过来，我们也知道。但是如果要全面的，这势必要有很大的经费。一言容许我们来盘点，在允许在经费允许的下，当然我们很乐意做这个动作，因为现在社区的部分，尤其是现在少子化跟我们高龄化的社会已经都来到，我们应该要这样朝这个目标来做。宜兰县有假牙了，假牙它都是预算编出一笔预算啊，比如400万编在底下，400万看偌济社区的，啊，就同齐来分均摊来做补助。按照对啊，即个做工课的方法啊，唔是讲你都爱3000万、5000万，哦，我都无迄个钱，我都无法度做，不是这样子的、啊。人讲万无万少啦，你有加鼓励，总是你一个月加补助2000。反正有你甲重视我共租7000，我社区搁贴5000，我也甘愿啦。啊，互我里长、社区理事长造福所有啊，即个里面，即嘛是一个方法啦、
所以说进而不是问题啊，是你的态度跟决心的问题啊。啊，有什么要来做？请你报告一下，我们来检讨，以后朝这个目标来努力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那副馆长，你有赞同温贤都阿公这个意见吗？非常赞同委员这个公布的意见来说的。好，多谢啊哈。啊，你代表着馆长来，就表示讲馆长已经全权授权给你。今仔日那伫议会才答应的，伫议会才答应的。你就要共到处理好事，哦，啊，你就转达咱馆长讲者，讲我就共答应，哦，啊，拜托交代小处长方面吼，啊，这方面来甲做好，吼，哦，好，多谢吼。消防车吼，那中央规定是一万个一台消防车啦配置的吼，啊，宜兰县九万，宜兰市九万几个的人啦，爱交代啦。那审计部甲咱讲咱六台啦，哦，咱六台就六台啊啦。六台结果呢？咱宜兰消防局的在宜兰市才配备四台尔，那十二乡镇，干那宜兰市不足，其他拢超过啊，有的两台是四台，有的四台变六台，干那咱宜兰市六台变四台，啊，这有消防局的，我回函，啊，伊回函哪甲回答的？回答讲吼，宜兰市若有灾害发生时吼，同步。要派遣壮围圆山临近的这个消防车来支援，当然这是无唔对啦，但是这叫骗人啊！为什么？本身强调的，既然法令有规定，一万个一个，既然审计部有甲你规定六台，你都六台甲做落去嘛，你想要创四台减两台，本身的要求是为着宜兰市的生命财产问题要甲顾好。这叫啥？这叫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值，安全值啊，安全值够好啊，超出安全值范围以外，再去调别的乡镇过来支援嘛，安尼才对啊，这才是处事的态度啊，唔是用糊弄的态度啊，你明明无搞，你就甲我讲，我为今仔开始。要阁争取几台，明年要配备几台，后年要配备几台，两年来甲建制完成。啊，这段时间我量无够的时阵，才伫临近来支援。安尼我嘛听较会落啊。回答安尼，本身对宜兰市民绝对要抗议消防局不公不义。啊，无你嘛带领着议长是宜兰市，咱宜兰市选出来的议长俩。啊，刷落去，议长，啊，阁是啥？阁是迄个大队长咧，警校的大队长咧。啊，你连议长你若要骗，议长讲我这一定爱讲的，这基本市民的权利，我当消防局长吼，安尼甲回答啊啦，伊较回答淡薄安尼啦。我正拜听林副馆长，你对你嘛做过市长，你对宜兰市民安尼。情何以堪？有什么改善的方法不？请说明。主席，委员所指导的问题啊，是一个很好的折中办法。哦，以前嘛，现部是你讲无够，数量，那你若有需要，要为宜山来做一个派遣，这。比较较次要，啊，你所提这个建议啊，可以赞成。哦，多谢。哦，一时间我到两台拢报入来，但是有时间表，我明年要加一台，还是112年加一台，133年，两年就拢来报起来了。然后我拜听消防局长，你的看法？多谢委员啊，一直对宜兰街上关心，我委员我顶下把你报告过吼。因为宜兰分队目前啊，听声较下，这是个事实。我嘛一直伫研究，五年前开始规划要起啦吼。包括有看到这个听声，你较下需要增加嘛，布置个公务社会宣传啦吼。第二就是甲委员报告，委员咱知道了。
我即马有搁调一台小型消防车去宜兰市啊，吼，我嘛去加强。啊，第三点，甲黄议员报告就是讲，我即马救灾拢同步派遣三个分队，就是宜兰、宜川、甲东，只要宜兰市哪有任何灾，拢安尼做。所以对宜兰市的市民，我甲黄议员报告，绝对有得到100%的保障。以上报告。好，本席强调，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值啊，啊无。政府都免甲你规定啊，谁要规定六代，伊就写四代就好啊，啊你就符合规定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县政府讲的甲中央讲的又阁无同啊。中央按家规定，你会当卖插啊，我卖插你。但是我身为宜兰市选出来议员，我袂使无插啊。我一定爱，一定爱甲做好事啊。诶，这点我也补充下，平常报告吼，因为咱即卖上车辆甲所有工具拢愈来愈大。啊！你按阮对个听社，美国就是。后来，听社动过啊。本身个意思啦，听社迄毋是问题啦。为虾米？迄是恁做无够嘛？袂使怪阮百姓啊，袂使把阮百姓绑架嘛。恁听社，你家己处理啊。看要去倒位啊？要做风雨操场迄方面呢？先做临时搭建啊，甲转运中心一样啊，依然转运中心啊。即马得起以前呢，做临时个啊，过渡期间啊。安尼则听落去啊！你袂使用讲你无空个位来绑架阮宜兰市民啊，绑架阮宜兰市民个权益啊！阮已经伫规划宜兰分队个建设啦吼。啊，即、這个有关即个消防救灾，好啦，迄恁处理啦，全力负责。六台、差两台，安那处理啊？是。阮即马目前已经加少一台。一台，112年一台，还佫剩一台。明年吼，我会过来想办法来调整吼。明年有四台诶，即个小型的小型水箱车。啊，黄议员一直关心讲，宜兰市有小型线路，所以明仔明年我会阁补一台小型水箱车，加黄议员到宜兰市的市民来放心。无，还阁一台。啊，安尼五台，你放一台。我即摆就调一台入去啊，吼，加一台啊。嗯。啊，迄个明年我会阁调一台，吼，按照法律规定。算起来吼，阮目前已经，目前那个地方已经有6台了。好，到明年6台。哎，好。哦，啊，希望黄议员放心，啊，做宜兰市民放心。好，好，安尼，多谢，好。